那个哈利波特为什么喜欢吃热食吗？只吃热的。因为。杀手讲英文会变成什么？杀手讲英文，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哪个那个哈利波特为什么喜欢吃热食吗？热食。哎呀，其实我要看哈利波特。他因为他没有吃冷的，他只吃热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因为魔法少年假修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嗯，这个我喜欢。现在在用网友的，对啊，你不要偷别人的好不好？没有，自己想好不好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偷别人的？你心虚了，你的声音心虚了。魔法少年假修，魔法少年假修蛮好笑的。烦哦。那你知道杀手讲英文会变成什么？杀手讲英文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银翼杀手，好烦啊！烦死人了！不要再讲谐音笑话了，气死我了！讲谐音笑话，不要再偷网友，是不是偷网友？我没有偷网友的、啊。来来来，问啊问啊！岩柱会吃便当，那龙柱会？看哪混？会回头。龙柱。好烂啊！龙柱这个很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很丢脸、啊，这个很烂哎、欸，魔法少年假修，不要再谐音笑话了，台湾人真是够了，台湾人真超爱谐音笑话，我要疯。你会数十二生肖吗？会啊。你说看。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跳。不对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飞狗跳，是这样。好烂。鸡飞狗跳，笑得很好笑的。烂，那你知道哪个艺人最受女生欢迎吗？反正不是你。那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伟忠哥。为什么？渣男爱伟忠。好烂哦，这好烂、哦。宫崎骏讲过了。在网络上看的。烂死。唱首歌来听听吧。唱什么歌？你要唱什么歌？你唱首歌被放吗？我的毛衣。毛衣什么？你唱的歌、啊。我哪有唱的？不然呢？米老鼠的坟墓，米其林，好烂哦、喔！这蛮烂的。还有啊，黑色毛衣啊。有黑色毛衣，有黑色毛衣，你要上吗？不要。你要上跟我。我去打电动。好啊，拜拜。不要买破车。那不是破车。我在。而且我越说越生气，那隔热纸又没有隔热，还被个没贴。这就是不能贴啦哦，那个就是不能要给人家看啊。不要丢脸呢。不会啊，那椅真的很小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比联行的经济舱还要。对，不贴才帅，好不好？不是经济舱，是联行的经济舱。包覆感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里面全部都汽油味。我昨天去接小朋友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小孩这么丢脸好不好？我就下车，然后小朋友都觉得很丢脸。安全带还是那种赛车那种要扣这边，然后这边要扁。哦，那上车就要花。下午好啊。下车要爬出来花时间。告诉大家不要买破车。那不是破车。难坐的车就是破车。你不懂。最恐怖的是开开会有那个汽油味。它里面都是汽油味，你开一开会中毒，我跟你讲。然后那个窗户没有隔热纸，坐在里面超热，空气也不冷，傻眼，破车，怎么会有你这种贪婪？哎，你懂个屁啊！这是你看，这个内行人就说那是速垮，速破车，速破车。哎，对这种车太不尊重，太难坐，我真是腰酸背痛哎。我觉得刚刚路边的头塔比较好坐。哎呀，经典车款呐、啊，我跟你讲 ，A 八零呐。我再插一台，就挤满了。挤满什么？七龙珠。不是，这是一群自嗨的团体。没有，不懂。我这边会看这种直播，绝对都是内行的。会看这种直播是没有水准的。行家。吓到了！这大家知道那椅子有多小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从交车到现在，你知道我停红绿灯收到多少个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真的。昨天不是在拍照，然后就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阿伯，然后说：“哇靠，牛头，有钱买不到哎、欸！”哇靠，我天有！哇靠！不懂、欸、对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懂、欸。哦，如果你跟我说包包，我可能还比较懂一点，但我真的不懂、欸。那椅真的很小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比联行的经济舱还要。对，不贴才帅，好不好？是经济舱，是联行的经济舱。包覆感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里面全部都汽油味。我跟你讲，那是那个喇叭。看龙啊龙啊，
感觉。越开越嗨哦，越开越会中毒哦。那个行为叫……哎呀！而且我越做越生气，那隔热纸又没有隔热，还那个没贴，然后这就是不能贴啦哦，那个就是不能要给人家看啊。不要丢脸呢。不会啊，台北都穿短袖了，你干嘛穿长袖？造型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你女生你冬天都可以穿短裙，你不就是爱漂亮？我夏天爱穿长袖，你管我？对没？有道理吧？对没？孟叔叔，我会在意也是因为刚刚有一台车没有贴隔热纸。哎呀，那就是帅的表现，是吗？帅的表现啊？是吗？真的啦哦。我昨天去接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就开了那台车去。你不要让小孩这么丢脸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看到有大人开那台车来接小朋友，我是不会让他。我跟你讲，我至少说我是不会让他上车的，我吓死。小孩子还就嘴软，小孩子觉得真的很丢脸。对啊，可是大人家长都抱着羡慕的眼光，每天笑他，不你干嘛做怪手这样子，很大声的。那才不是怪手，那是怪手，那不是怪手，那超大声，而且里面汽油味道。对啊，没有人觉得丢脸啊。我昨天停学校的时候，我就下车，然后小朋友都觉得很丢脸。我跟你说了，有个爸爸，他就一直看我的车嘛。吵死，然后就跟我对到眼，然后也是给我这样，不可能，真的啦哦，靠腰肌捏啦哦，那个到底，嗯，好，然后3、2、1，哇，十一斤啊，好像十一斤哦，起床了，哈哈哈，起码就要四十秒，就这样，时间到，还有倒数，哈哈哈，别倒，别倒，别倒。啊！靠！别我的矿牙膏呢？拍一个拳就输1000多块，可恶！哪有哪有1000多块？要不要再上诉？再上诉一个全家，不要！这谁要输？我们要进行那个1分钟挑战赛，就是我的目的全脸。在一分钟之内，我们只要把货全部扫光，这个谁要付钱？我们现在不能先找想要的东西啊！你们要计时吗？好，我计时。好。你拍，那个到底？嗯，我按了，要开始了。好，快点，快！3、2、1。把你目标。哦，我当然是要11斤了。我想11斤了，好用啊。嗯。哦，那个好，那个好，这可以。穿洗衣球也可以啊。啊。洗衣球啊。我剩16秒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起码就要40秒，40秒。他拿太多钱，怎么样？时间到，太慢了啦！我倒数，我要多付钱，我怎么倒数？慢死了！啊，结账结账，没，就这样。啊，现在多少钱？不行，就这样。靠边，我的矿牙膏呢？一分钟很快，已经结束了，真的很快。要不要帮你买单？他会帮你买单？不会，不会好吗？哦，好吧，没有，你以后要倒数啦，那不省啦。干嘛在前面倒数？我丢脸，我傻眼，就等下你自己提回去哦，超重的。你今天领薪水啊？我不是今天领薪水，我是上1500。1500。拍个拳就输1000多块，可恶。要不要再上诉一个全家？不要，要了，敢不敢？不敢的，我没用。全家直接拿一条烟，很快哦，超快，就在后面而已啊。哦，哎，一分钟真的超快的，很快呢。你现在就结束了吗？我要再慢慢逛。我想说，我到底要拿牙膏还是要拿那个洗衣精？他还说，没有那个球的感觉很贵，洗衣精比较便宜，洗衣精比较贵。我前面有在手软呢，可以先把洗衣精放在我的车上吗？哎，不对，我没有带车钥匙。算了，还是要拿上去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今天才要去买洗衣精。哇哦，真的？嗯，好险你们有提供这个有趣的活动。哇，真的？对，